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新创车企呢，喜欢往自己的一些车里面加入一些智能的科技或者配置啊。当然啊，其中有一部分呢是纯为了炫耀技术，目前呢它没有那么成熟，但也有一些呢确实能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的便利，比如说威马的 W6 上面就搭载了两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功能。一项呢，就之前的文章里我们跟大家也简单的讲过，它是一个叫做自主泊车的一个 AVP 的功能。那么这项功能呢，是威马和百度阿波罗合作的这么一个第一个亮相的科技功能吧。然后基于阿波罗云端的这种强大的算力，可以让这辆车在人不在车上的情况下自动去寻找车位。那么 AVP 可以简单的分为 HAVP 和 PAVP 两项。HAVP 很好理解 ，home 嘛，就是你的家里或者是公司，如果有固定车位的情况下，通过你的给车辆的一个演示，当它学习完这条路线之后，你就可以在你们的家门口或者是公司的楼门口下车，让车辆自己去寻找车位了。那么 PAVP 呢，其实比 HAVP 要更简单一些，就是只要你去到了支持 PAVP 功能的一些停车场或者是大型的商贸中心，你只要在落客点下车，然后让车辆自行去寻找车位就可以了。但是这项功能预计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才会 OTA 推送到这些 W6 的量产车型上。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主要聊的并不是 AVP 的这项功能，而是他们这次新推出的这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快捷方式，就叫做 SOA。 那么怎么理解呢？威马的官方的 APP 里面对这项功能的中文名称叫做威马快捷。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苹果手机里边那个捷径功能，你可以通过一系列自己的预设让手机实现这种自动化的一系列的操作，比如说早上起来到了7点钟，哎，所有的窗帘、智能家居该打开的什么咖啡机啊、什么灯啊这种东西自动帮你打开，然后你就手机还可以进入这种什么天气播报啊，然后股市播报啊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预设自动完成的。其实 SOA 跟这项功能也有一些类似，然后呢，只不过它控制的呢就不是你们家里的家居了，它控制的就是车辆的一些功能了。那具体这东西是怎么用的，咱们通过手机的 APP 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跟车辆连接的手机上呢，就可以通过威马智行的 APP 去打开这个功能。在威马智行的这个中央选项里面，有可以看到有一个威马快捷。我们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会看到厂商预置了5个，就是官方给你们设定好的这种不同的功能配置，比如说小憩片刻或者亲子空间，它是针对了不同的场景。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些功能不够用的话，其实也可以在后面的我的里面添加一些适合个人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哎，我个人觉得这个夏季模式是我设置的最好的这么一个功能，它可以在触发之后自动帮我打开空调，然后把车内的温度降到最低，然后风力调到最大，然后所有的车窗和天窗全部都打开，然后就可以让车内快速的去换气，然后达到一个很凉爽的一个状态。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来试一下这项功能。然后你在手机设置完了这个快捷之后，可以将它同步到你的车辆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前方的中控屏看到这项功能了。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下夏季模式，车辆就会开始自动执行这些操作，而且它执行了哪一个，没有执行哪一个，你都可以在画面中明确的看得到。那么除了用手机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语音来控制，让车辆实现一些场景功能的切换。比如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小薇，小薇，我在。打开风景模式。可以看到车窗会全部的降下来，然后让你更好的去观看风景，然后同时呢会帮你打开音乐啊，增加一些氛围感。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好，那么刚刚展示的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设置好的一些基础的预设。那么除了这种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右上角的加号或者是下方的创建快捷场景来添加自己喜欢的预设。逻辑很简单，触发条件，执行动作。触发条件呢分为自动触发和手动触发两种。自动触发嘛，就是比如你的车速到了某一个这个量值的时候，或者是你的电量到了某一个值的时候，它会自动的进行工作。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呢其实是时间，比如你可以设定每天早上起来的7点钟，让车辆帮你把座椅通风啊、空调的温度啊都给你设置好。哎，你每天上班比较准时的朋友呢，就可以在下车的时候感受到一个凉爽的一个车内的环境。那除了触发条件之外，执行动作里面啊，它可以分为很多很多种，比如说空调啊、车辆设置等等，拥有8大类。那每一类里边呢都可以看得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单独的项目可以进行调节。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风量，它都有精细到每一个档位的调节。可以说这项功能是在使用起来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个非常非常
有意思的一个个性化的选项。然后我们在进行设置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车辆打造成一个专属于你的这么一个威马 W 的状态，跟别人可能一点都不一样。当然啊，威马官方也说了，他们后续呢也会推出一些，比如说用户可以自定义自己的这种夜卡，然后把自己觉得特别好的夜卡呢分享给其他的用户。哎，你觉得别人这个设置的功能特别的全，特别的好，有意思，我一键就可以下载到我的手机上，然后同步到我的车机里，这样我就可以使用别人调好的这种功能了。可以说在这种用户的互动和沟通上又进行了一个新的升级。基本上呢，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威马的快捷，也就是 SOA 功能的一个简单的体验。不知道各位觉得这种功能是特别有意思很方便，还是觉得其实操作难度有点高有点复杂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好了，拍摄就这么结束了。收了收了收了，山顶给了银擦心了，走啊走啊走啊。走啊